内心不断的涵养这一份的快乐，在不会玩跟他们做快乐，不增加管意欲，因为呢，就代表你要冲去头前嘛。啊，拢啊，拢个认为冲头前就是上强的，人拢想要做强，无人要做弱，啊，变哪只人管意欲？偏偏这个弱个是非常重要的，老夫嘛。流入心之道，老实改改风度。老实啊，风度若是生之苦啊，懦弱才是我们长生久世之道啊。啊，这懦弱是往人当中起来的，是咱愿意修掉咱心中的这个流。啊，是咱要讲这个流，老子的三宝第一宝是足嘛。啊，足是让人感觉足温暖的，足是你刚才讲拢未拢拢未执着。如果刚才这两种道理呢，做个亲像水同款，遐尼自由啊！所以这个流是讲咱两只，是讲咱这个好道理的德行，互咱足温暖的，像水同款，袂固执，而且利众生、利万物，唔是讲咱种两只哦。这个流是甲两只是两回事哦。啊，你有这个悟了，你把这个悟悟固执甲定确确啊，永远都得死骨不化。什么话都听袂入，什么观念都无愿意改，什么都爱人随意的意，你哪有可能会用嘛？空住无望哦，人生有三戒，年轻要戒色，然后 年长要戒道，年老要戒德，就代表爱改的代表讲你拢先公平啦，你公平所以才需要改嘛，才需要戒啊，所以人很容易穷啦，爱愿意用。这是德的用，啊！你无精才会当用嘛，所以咱人看一个无精，一个无毛。你管你修掉了，你看好，一个观念一改呢，完全拢符合圣人的话啊！啊，你若无管你改，真正边都摸不到呢，完全是反方向呢。你若有毛了，你就未换，你就未愿意用，你道理哪有可能？我都偏心啦、啊。